page 33。好，小男孩下面有那两行字，请你 use your finger 开始一个一个字我念就好了，可是你要看哦，请跟上我，加油哦！我在挑战你们，跟我一起挑战 ，OK？ Ready？ 你也可以跟着我一起默念，这样好吗？来 ，People can tell if something is acidic or alkaline by using their senses of taste.Touch or smell, OK? 好，什么意思 ？Can tell， 比如说我现在要吃到这个东西里面的 water， 它是 acidic 还是 alkaline 化？你可以去 test， 你可以干嘛？尝尝看，或者你可以你可以 touch， 你可以 touch， 你可以摸看看，或者 you can smell。你给我看看，不是我不懂什么叫做 acidic 跟 alkaline 来，咸酸，已经有人知道，不知道没有关系，来，粗黑体字很好，去找后面呢有一个 grocery， 所以你放到下一页，是不是有一个单字表？请你帮我看到，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字是什么，粗黑体字这里都跟一个单字表，请帮我找到 acidic 是第几个单字？第一个，好，那是什么意思呢？酸性的，谢谢。The salad dressing is too acidic for my taste. 好，那第二个 alkaline 什么意思？碱性。碱性。好 ，Some plants will not grow in alkaline-rich soil. 好，来再搬回来小男孩那边。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堂课要去学什么？酸碱值。我们要知道一个水溶液它是 acidic or alkaline。好。那最原始的方式，他这里说了，你可以用什么？你可以，可以尝尝啊，你可以尝尝看，没错，你还可以，没有，或者你可以怎样 ，touch it， 好。可是如果有些很危险，你可以这样做吗？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节课要来学，除了可以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方式？吃纸。哦，有人已经知道了吗？还有。哇、很厉害，好，等一下，已经大部分有人讲出来，那你知不知道英文？你能不能认得出来？好，来，现在回来这里，我们来看 ，This is a boy, right? This is a boy. 你跟你们课本上一样。What do you see in the picture? What do you see in the picture? The 我需要一个人。A boy is like 是不是 eating what?Lemon， 没错 ，He is eating lemon。那 How does the lemon taste？ 它 taste 起来是什么？来 ，sour 是什么意思？哇！哦，你看到表面知道，哇 ，lemon taste sour， 没错。那哪一点的 ？Why lemon taste sour？ Why？ 来，句号。很好，有尝试哦。因为 because the lemon is 来全部人 acidic 全班 acidic 再一次 acidic acidic 好 acidic 酸性，所以它尝起来很 sour。Oh my god！ 来，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picture。What do you see in the picture？ 你看到什么？我想问这个 What do you see in this picture？你也可以讲中文。What do you see? I see. Oh, you see soap. 他看到了肥皂。哎，只有肥皂吗？他这个这两只是什么？好，来，要来。哦 ，finger 或者是 hand. I see hand. 他在那边搓，对不对？他在搓。好，那你觉得 What does the soap feel like? 他哦 ，it feel like.黏黏黏的滑滑的 slippery 滑滑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它会 feel slippery why 跟刚才那个 lemon 一样，刚才的 lemon 是 acidic， 那这个 salt 是什么？来，碱性，对，好，来碱性，来全班 alkaline 哎，
一次是双黄面的，这个就是线嘛 ，right 对不对 ？L 可 right。L 来相信。对哦 ，acidic。acidic。好，酸性 acidic， 碱性叫做 alkaline。好，所以我们知道，只要是水溶液，它就有分 acidic， 它或者是分 alkaline， 它有没有可能在中间？有可能啊。譬如说像 water 就是，对不对 ？water 就是，没错。好，来，我们现在看到你下面那个 flower 的地方，来回去看你的讲义。来，哎，这样，先帮我做一件事情。来，在那个 acidic 跟 alkaline 来帮我写中文。来，酸碱。对，加了。粗黑体字那边，小男孩下面那两行粗黑体字 ，acidic 帮我写酸。土壤是什么？由它的颜色。你要就把你要吃的东西丢到土
我就觉得好妙哦，超强，对，大战的奥妙，对不对？我也是去上教授的课，他说哇塞，这也太强了，这个海军甲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指示剂，有没有？好，哎，这我真的不知道，它长出来的速度。可是你这样，哎，他刚问了一个问题，老师，他 change color 会 very fast 还是 very slow？你这样问不准，因为那个兽蛹你要看兽蛹的状况嘛，对不对？来，阿龙。它在水里应该长不出来，因为植物要生长，就是要有兽蛹嘛，对不对？哦。哦，那会不会缺其他的？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完全变成 blue 啊，它有点介于中间，对，紫色的感觉，对不对？有点 pink， 有点 blue。最后面那一朵有一点，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就可以证明凯凯讲的，所以是你想要什么颜色的花，就什么花，那你就那你要找到那个土壤啊，哦，视觉。那老师。这个全部都在 acidic 哦。啊，刚才视觉会说到，是如果我再往下，那土壤是中性的话，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白色。不知道，我去看。现在科学那个我们大自然家看到的大部分的海军甲都是这两个颜色，对不对？可是有没有那种海军甲是白色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黄色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可能跟 alkaline 或者是中性又有关系。没错，很多事情我们都没发现嘛，对不对？哦，阿龙。对啊，它就随着那个收有的 alkaline 或者 acidic level 去 change 啊，这样可以吗？哦，好，来，我们继续，不然我这样子，哎，我一读来，我们现在呢要分辨我们身边的东西到底是 acidic。哎，帮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做？有啊。好，这是什么？酸。好。L， 哎 ，L 来帮我拼一下哦。A L A L I O N。这什么性？好，来。Central。Central 在中间。中性。好，我们来看哦。中性。The lemon is acidic or alkaline? Acidic. 好，给我 whole sentence. The lemon is acidic. 好，那 salt 呢？ The salt is alkaline. 对，好，我们来猜猜看，我来玩看看。请问，我们来投票。Baking soda， 你觉得是 acidic 还是 alkaline？ 来想一下，我故意把答案说起来。你觉得 baking soda 是 acidic 还是 alkaline？ 我们来投票一下。来，你觉得是 acidic， raise your hand。OK， alkaline。好，来，来公布答案。那是什么？ alkaline。好，来，我们全班一起讲。来， the baking soda。The baking soda is alkaline。所以，好来。是，可是我的英文是什么？baking soda， 所以不要被我毁掉啦。哦，小苏打是碱性哦，老师，老师有放小苏打粉。哦，哥哥。我之前那个我练很傻的时候，我就玩小苏打粉，第一次都，我就觉得有点。苏打粉你就没有爽的用过。对。现在很，就是很有用。只要用了最原始的方式是什么？是 taste。对。可是我们的生活中，一个都可以拿来 taste 吗？但是我们现在要学的是，除了这些最初的方式、最原始的方式，我们还得用什么？还得用安全。哦，来第二题，来 vinegar 也是简单吧？来，觉得哎 acidic， raise your hand， acidic。然后 vinegar 是什么？ vinegar， 醋。醋。好，来，觉得是 acidic， raise your hand。好，来，余正觉得什么？好，来，觉得是 alkaline， raise your hand。好，余正觉得是。好，没关系，猜猜看啊，实验本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猜错了？黑色的。来，对 ，vinegar， 我们来看看。小男孩。小男孩，其实它是什么？
对，好，来，我要请一个人帮我念整句，来，希柔。The vinegar is 开始。The vinegar is acidic。好，一个整句哦，好，来，全班。The vinegar。Acidic 没有？他说血，牙膏是打石头牙膏，热牙膏，不是，热牙膏，好来，就是
哦，没有，这个难。Laundry detergent， 洗衣粉。Laundry 洗衣粉。acidic，OK，好，来现在我要给你们，因为我现在答案全部都
该掉了。没有，在我边。好，等一下呢，你们放到它有两面，我要放到这一面。然后呢，我要你们 put number on it， 然后给你们时间，两个跟隔壁邻居去讨论。你可以写号码就好，可是我希望你可以先练习写单词。上面全部的东西都是我刚才讲过的，我们把它分类，分成是 acidic 还是 alkaline。好，来，每组的二号来拿。二号。哦，现在上面都没有答案哦，连那个徐俊芳去找三页是不也没有，啊，就默默的再把它回上去，默默的放到放回去这样子，因为找不到。好，来先编号，啊不对，先写 class number and name， 然后编号，好，那就可以写了，来，三分钟 go， 我不会那个，你可以写编号就好了，你也可以。中文好吧，因为我们这还记不起来哦。那我旁边再。好，给你们五分钟，来，帮我们等。在旁边的讨论可以，这不是考试，好不好？我们刚刚都写过，可是厉害的小朋友应该就是自己来哦。哎，另外一面 ，Rex 先生，我都已经截图给你看了。哎，不是考试，我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他说：“哎，我忘了那个一号那个 vinegar 是什么东西。”哎，老师，我忘记那个 vinegar 用 drink detergent。可以告诉我们吗？啊，不行，我刚刚不都已经讲过了，所以我要你在旁边讨论。哎，同组可以讨论，来转过去，需要求救的自己来。Pomeroy.
对海马体有变成三成贵吗？你之前对的同学。他之前要成两成贵。哎，没有选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对答案哦。好，来 ，word back 就是加嘛。好，来，先说来。来，第一个我想要请来。你要跟我讲整个句子，比如说你要讲 Pomelo is a scenic or alkaline， 如果你不会念那个东西的话，你就说几号是 is a scenic alkaline， 这样懂意思吗？好，我们先从一号开始，来，一号是叫什么？哦，我叫你来 vinegar， 有没有尝试 vinegar？ 来，徐成宇 ，vinegar is acidic 还是 alkaline？ acidic， 所以啦，来自己看 ，vinegar 是不是 acidic？好，来第二个 laundry detergents 好不 is alkaline 水，好，来在这里，所以你二号李佳，好，来第三个 Pomelo， 来只要 Pomelo is thick， 很好很好，快要了，thick， 再一次。A 对啦，喜欢你的尝试，不错。好，来，再来。哎，我还没用出来。好，来 ，Pomelo is a stick。好，来 ，Two pass， 开开。Alkaline 牙刷啊，不是牙刷，牙刷没有错。牙膏啦，哎呀 ，Two pass。Oh my god， 我被我叫什么 ？Two pass 是牙膏 ，is alkaline， 是是是。好，来，接下来呢？Okay.